哎，不过说到这个搅和，你知道咱卡鲁谁最能搅和？这你真把我难住了，我还真不知道。告诉你，就属那帮博士。哦。不用交学费，又能拿钱，整天坐办公室里也不知道琢磨什么东西呢，在那儿。你要这样说，我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咱卡鲁的博士啊，不但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就，就是在平时的各项活动当中均有不凡的表现。我听说咱卡鲁去年的春晚呀，就有他们献上一组非常精彩的诗朗诵。嗯，是的。那么下面这个节目也是由博士带给大家的，请欣赏小品《博士争蝉》。闪！啊，这些粗人打打杀杀的，扰我清梦，我阎王不发威，当我是上帝呀、啊？哎，谁在扰我清梦？刚才我听到谁叫我名字了？啊，阎王老儿是你呀、啊。你有什么事找我？自古以来你管东土，我管西天，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今天怎么会念起我了呢？哎呀，还不是因为我这的人口太多了，投胎的名额都快到2011年了，阴间的房价都快赶上汤城一品了。问题大了，这个问题好办，你把你那片的人穿越到我这片来，我让他们接受这世界上最严酷的考验。我敢大赌，东土的武夫是绝对扛不过去的，你敢不敢打这个赌？哎，这主意不错。要不这样吧，黄盖周瑜、华佗关羽、吕布貂蝉，老夫就送你们上西天去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哎，怎么还有一个啰啰嗦嗦的秃驴？要不你也一块儿去吧。天上一天，凡间千年，投胎人世的唐僧、周瑜、黄盖、关羽、华佗、吕布和貂蝉，在机缘巧合中接来到欧洲一个偏僻的小镇卡尔斯鲁厄，而迎接他们的残酷考验是攻读博士学位。他们都说我啰嗦，我是唐僧唐教授，我能不啰嗦吗？哎，我苦口婆心还不是为了你们，像你们这样喝三鹿奶粉的样，2012年前能毕得了业吗？教授，那怎么才能毕业呢？呵呵，想从我唐僧手下毕业，那叫做最优秀的 PhD， 天天要求工作，工作量最少也得十几个小时。早上6点就到，晚上还得加班，组里全都是工作狂，光干活不回家那种。实验室里放着铺盖，24小时候着，就一个字儿，累。每周光组会就得开个4次5次了，周围的 PhD 不是加班到4点，就是加班到5点。你要是加班到1点多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组里每个人都有你电话，实验室墙上就贴着你的进度表。连厕所门上都是你手机号，只要老板来电话，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脸地道的奴才相，倍儿想挨抽。你说这样一 PhD 一个月得给多少钱啊？
我觉着吧，怎么也得2000来块钱吧。2000，那是一年就200，别嫌少，还是税前。你得研究咱优秀 PhD 的工作心理，愿意为这200多块钱累到吐血的，根本不会在乎挣多少钱。什么是优秀 PhD 你知道吗？优秀 PhD 就是不管干什么样的活都只干最累的，不干钱多的。所以你们读 PhD 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累。开会了，开会了。哎呀，我说开会了又没说地震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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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盖同学要小心啊。把工作进度汇报一下吧。哎，那里有颗流星。在哪儿？在哪儿？那我们不如许个愿吧。这货不是老师，这货不是老师。我怒。教授息怒。我怒不敢言啊。点改呀，老师。今天开会，其实为师是有一事相求。教授，我做实验已经24小时没合眼了。教授，我工作计划已经排到2012年了。你们还想毕业吗？想。教授，请讲。为师有一小女，名唤貂蝉。哦。不要问我为什么姓唐，她姓貂。只可惜我一代名师生个女儿却不学无术啊。如今小女在卡大吃喝玩乐混了10年，终于只剩下这道坎儿了。那是要找不脱呀了吧。 Bingo。 所以如果你们谁能给小女一个满意的 Tema 并指导她顺利完成，为师就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太好了，我要升级实验室装备。好，同志。滚开！我要升装备，还要换队友。那我要开外挂。我要好好工作，早日回国，报效祖国。像你这样的，回去也是取粪去。小女来了，小女来了。哇，还是城里的女人白啊。是啊。你们不许打我女儿的主意。婵儿来得很准时嘛。是啊，来看帅哥的吗？不是，是来找德亚伯托亚的吗？这几位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的我，手下的四位庆、恨、念、恨、才、哈、俊。这庆、念、才、俊，看身材也太含蓄了点吧。就这个的身姿好销魂呢。Help up。 婵儿妹妹有何吩咐？不知道你有什么得要的题目可以介绍给我吗？我研究的是黄盖牌金创药。金创药有何用啊？你料我现在老受伤。请鞭挞我吧，公瑾。我擦！好黄，好暴力哟、老爸，你快管管吧。没有听说过吗？所谓周瑜戳黄盖，一个愿戳，一个愿挨嘛。柔的唇等不到你的吻，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希望你会心疼，我害怕一个人。真是好可怜哦。是啊，要不我就跟你学了这金创药吧。真的吗，婵妹？真是啊，真的。金创药有何用？婵妹，过来看看我做的是什么。哇，好比例呀、算你们有眼光，这就是传说中的春哥。只要用了春哥就不再是传说，
不管是立春还是怎一刻，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不管是你不够男人，还是你的男人不够男人，还是你的男人的男人不够男人，讨厌。只要用了春哥，保证他找回纯爷们的自信。切，是不是真的呀？不信，尝一尝，尝一尝。啊。Comes up for music。啊，我好像又有了感觉。娘子，啊摔得好舒服啊！他这是怎么了呀？哎，药喝得太少，药效只坚持了10秒钟。那一次得喝多少呀？一次半桶。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继续给他灌呗，棒儿。叫你出我，叫你出我，叫你出我！杀人了！这又怎么了？哎，喝得太急了，又产生了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呀？腹泻。那现在怎么办？他现在呀，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呀。吃什么拉什么，那怎么办呀？我看呀，他现在只能吃屎了。徒儿有才华，谢谢师傅。大家别忙，我来看一下。来来来，让格格做身体检查吧。是这儿，是这儿。啊，是你啊？那好吧，我问你个简单的智力问题，听好喽。小明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小明，他们家院里养了只宠物熊。请听题，这是他们家谁养的呢？好难啊！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定是得了不治之症。来人了，把他拖下去埋了。啊！埋你奶奶的熊！慢着，他答对了，正是小明奶奶养的熊。原来如此。哎，我看你还有的救哎。要不试一下我最新研制的针对腹泻的泻停风？经过我千万次反复实验，10个病人有一个可以被治好哦。嗯，你没搞错那么少？你怕什么？对你100%有效，因为你之前那9个早已经挂了。好吧，有的吃总比没得吃好嘛。我这泻停风啊，是用阿胶、奋胶、灌西草，以及配上99种天然中草药，经过7749道工序，9981天熬制而成，无需防腐，无需冷藏，不仅毒效猛，见效快，而且味道还不错哦。对了，只有我的泻停风才能治你的滔滔长江、滚滚黄河。有才华！哼，这就叫有才华？禅妹他们都不算什么。是吗？我参加过的项目曾经被顶级的科学杂志引用过多达500多次。切，而且今年我刚刚被当选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250位科学人物之一。那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呢？嗨，我现在做的是关于欧洲无性繁殖计划偶尔的时候我也兼任一下德国伦理协会的名誉理事。哇，你真是好厉害哟、哦、原来你是他们之中最厉害的一位了。呸！但是我和他们都不一样喽。什么不一样呢？我不做实验。那你？我被人研究。Oh my god！ 天哪，我受不了了。
请别看我吧。淡定淡定，什么都是浮云。阿弥陀佛。师父，谢霆锋只谢也只吐。我说你们呀，陷入嫉妒恨要收敛一点哦。